哎，那个红包拿了没？拿了。我送你过去呗。你的水够不够啊？这个这么小一个。我直接去餐厅了。哇，吃啥？不知道。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和他就是朋友。那你送花给人家，土豆花。我对朋友都挺好的。好期待他会帮我准备什么食物。但我觉得我很好，我很容易养，我啥都喜欢吃。 我送你的礼物，等一下。哇，哦，我也有带礼物了。你说你喜欢吃土豆？哦，哇，谢谢谢谢。我自己包的。那这是我的礼物。啊，谢谢。就我要把它包成一个花束。他好像和我说过他喜欢吃土豆，好吧？那我就送他土豆。但我又想送土豆很怪，那我就送所有土豆做的零食。 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太棒了！近乎于完美。嗯，可以，有一点不舍得送他。放在这儿吧。你可以把那个贺卡拿来看。我贺卡现在可以看吗？我觉得那个贺卡很可爱，就是你新年嘛送你个红包，然后里面那个我不知道写啥，然后里面那个是我姐姐随便帮我拍的一张照片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里面，一个照片。 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人，有点尴尬。OK。我不敢看他的表情，送人家土豆。但我觉得他应该挺喜欢的吧。本来是打算写，就是可能祝贺新年啊之类的东西，但算了吧，反正我觉得我的照片更珍贵。<笑>我搜了真的搜了很多功课，然后这家，他们家的所有的就是材料啊，包括。 都是从日本进口来过来的。因为我自己对日料很了解，而且菜菜说他喜欢吃海胆，而且能体现出我比较擅长的那一方面，我的语言，然后我对日料的一些理解，那就日料店吧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エビはダメです。ダメです。感じは。はい。じゃあエビの寿司は牛肉の寿司にしましょうか。牛肉。はい、あのウニ大好きなんで。じゃあウニ一杯。 ウニとあの牛肉。牛肉。はい。オッケーです。ウニ大好き。オッケーです。あ、そして上海だ。はい。なるほど。明白了。うん。好酷。我觉得他和日料师傅聊天的时候说日文还挺帅的。觉得蛮加分。その間にお料理今用意してますから。め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现在开始他要做寿司了。哦。 上次，哇，好幸福！啊，吃的好快啊！嗯，太好吃了，我太喜欢了。 我今天太幸福了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日料。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来这多久了呀？一共六年左右。六年左右。と、いつぶりに日本に帰ってないんですか？一年帰ってないです。一年。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せい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僕も。
他一年左右没回到日本了。哎，那他的家人呢？家人，你家人在这吗？一年我没见，都每天每天打微信的。和我一样，我是马来西亚人。马来西亚吗？对 ，Malaysia。哦。然后我也是一年多没见到家人，也是微信。太辛苦辛苦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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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我跟师傅同病相怜。对的对的。对的对的对的，我们三个。那但你现在是回来呀？你之前也在日本待了十多年。对对对。你待十多年，你是多久会回家一次？一年回个一到两次。啊，所以你也是差不多会有那种一两年见不到家里人。所以我很懂你的感受。啊，可是你是可以回去，但你不想回去还是？因为总感觉我下次回去，我得要更有一些成就才能回去。其实我们蛮多地方有共同点，就蛮像的，都挺努力，而且有一点是。我们都喜欢突破自己，然后发现原来月月她也是之前也是一两年没回家。其实你前面问我说要不要回日本，其实我本来就是临时得到通知就要回去的。什么时候呀？1月1号回日本，机票都买好了。哦，非常那时候非常纠结。もしもし、新安市です。もしもし。はい、今日本今どんな状態ですかね。社長が直接日本でや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があるので。我想在国内再待个18天。然后一直在纠结，然后就在前几天，然后就跟你然后面对面聊天嘛，然后游玩嘛，然后回什么不回了。回什么？不回了。我的天！你看着他的笑，你根本跟他讲不出来这种事。你现在跟我才能好好的玩，然后立马跟我说我要走了，不是在那种欺骗的感觉吗？就不敢讲。我就觉得啊，他是有在重视我们两个之间后续的约会还是什么，挺感动的。我发现你有酒窝哎。对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就是和他们说，哎，有，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有。我只写了一句话，爱笑的女生。最主要就是要喜欢笑，我觉得笑就是一个笑容，你可以在开心的时候笑，你可以在悲伤的时候笑，难过的时候笑，生气的时候笑，就是一个笑容可以应该可以治疗一切那种感觉。有眼光。就一开始我也是就想很多嘛，然后直到我知道有谁参加啊的时候必须上。对。哦，这话题没法继续了，我太尴尬太好笑了。他喜欢女生的类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问这个问题，就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以朋友的状态在聊聊聊，突然他一说到这个时候，哎，有一点小害羞的那种感觉。もうお腹いっぱいですよね。是吗？他说我肚子饱了。他看得出你饱了。怕我忙过回去玩会不会吐出来。那等一下，你现在是说等一下我们去的地方会吐出来吗？好，所以是等一下才能揭晓吗？对。好。现在？真的假的？这会吐出来吗？晚上？对。怪不得你刚刚问我会不会吐出来。我当时都傻眼了，我说确定吃那么饱要来运动吗？
但我觉得他也是知道我的喜好，所以他就把这两个都安排在了一起，节奏就感觉有一点怪怪的。我真的没有选错，就是菜菜呢，比起可爱的，他更喜欢那种有挑战性的、比较酷酷的东西。而且那个矩阵的话，它是可以看到整个上海的夜景的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选择。你是不是很害怕？有一点点。我以前也怕高。我已经好很多了，小时候特别怕。哇，这里看下去很刺激耶。哎，这个木会断吗？我第一次玩高空项目，然后我也有一点怕高。哇，这感觉好难啊。哇哇哇哇 ！Oh my god！ 怎么样？哇，这个好恶心啊！我的完了！原来刚才喂我吃那么多是有理由的，妈妈！哎，多运动运动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找到诀窍了，来吧，兄弟！我会加油的。当时已经完全懵掉了，我人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双脚都没有地方去放。这个我手该放哪边啊？哇！他怕高，但。他也就是陪我去一起玩啊，那些就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又在很努力说服他自己，我不怕，我不怕高。总之累了就抱着他。这个真的好难，这个。抱着他，抱着他。啊。对对对，我发现你挺有天赋的。对，你就往前看，往我这个方向看，看着美丽的我走过来，走，抱着他，抱着他，加油，快到了。比较郁闷的一个点就是全是他走在前面，他带着我走。哦，是你走前面是吧？我显得我很没用。给我走还行，这个我觉得得抓这一个。你都过去了，你等等我。我等你。就感觉他比较闷，然后我就是被他照顾的那种感觉，反而没有体现出我作为男人勇猛的那一面。哇，这个得怎么骑过去啊？啊！妈呀！我后悔了！他会画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！真的假的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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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挑战一下。真的吗？对。他会晃哎！好，我给你挑战先。没事，我就当下面这个是个平地。好。那个矩阵其实比一开始的蹦长乐园要难度高很多很多，所以我想去挑战更难的一方面，体现出我作为男人勇猛的那一面。我不敢玩的，他反而去尝试，他说那我试一试，我就可以啊哥，去吧。作为男人勇猛的那一面，就和我想象的真的就还是有不一样的，挺有趣的。哇，
可以吗？我卡在中间，好像还蛮好玩。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是不是？其实还有点可怕的。有点可怕吗？感觉还蛮特别的。我们看他关灯，是想是长什么样子的？嗯，一瞬间怕。你有看过流星吗？没有看过。没看过流星啊？你看过？有看到过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。真的就是流星来的时候根本是没有时间许愿的，就是哇就没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哇就没了。是关灯了。哦哦哦，感觉到一动一动关，没有关完。他们不关完吗？哦，你有想好什么愿望吗？要讲出来吗？不讲。不讲。不讲。我觉得每一次见面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就第一次的话两个人都同时很有默契的无话可说，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虽然都害羞，但我不会觉得不舒服，甚至是我会想要去了解他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更熟悉了一点，更放松。哇，时间一点一滴堆叠的心愿，此刻你我距离变得好亲切，让一切来啊，就是慢慢的浸透我，让温度慢慢的上升着，让心菜菜，菜菜，你今天菜菜有点蔫儿，昨天玩累了。哎，是挺累的。你们昨天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我不是一直拍我吃的给你们看嘛？他就说如果哥哥妈妈喜欢来吃的话，就下次就带他一起来吃。好吃吗？巨好吃。我想吃。然后很像他看工作人员那些看起来很想吃，他就想请他们一起吃，请全组一起吃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人哦。对啊，大气啊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在没有摄像机的时候说的，不张扬。菜菜已经开始替他辩护了，不像第一天那么不喜欢。哎，真好，很高兴菜菜有这样的收获。现在我觉得是这样的状态是挺好的，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他的那种，我懂他的尴尬，他也懂我的尴尬。有，就两个那么快就他了解我，不是，就给他们说两个细节，打击打击黄奕。他和我说那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其实他隔天就要回日本，然后就是在等我的电话。当他知道我打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不回日本了。我说啊，这我又有点害羞了，尴尬的那种感觉。不是，他偶尔会让我害羞一下，说一些让我害羞的话。不是，跟我说的。然后就是在雨中，我跑过去，我没拿伞，我抱着那个花束，他就这样站在雨中，拿着那个伞，然后拿着礼物，有一点偶像剧的感觉哦。女主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拿着花束就这样走来了。哎呀，很帅啊。然后他又给我准备礼物，就有一点不好意思。卡哇伊呢？摸吧。
很好很好。